Hugo， 欢迎来到2020轻商卤鸡斗。今天要斗什么呢？斗你母鸡斗的轻商大小事。来了四位新会友，那我们来介绍他们一下。第一位欢迎的是坤展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虎尾轻商的坤展。姑姑慧杰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虎尾轻商的姑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嘉义轻商的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嘉义分会的奶鸡。先了解一下，说我们各位的各自在哪个领域工作好了。我现在是有一间好日视觉规划所，是专门在平面广告视觉设计的。那个医生呢？我本身是做长照的。哦，取名叫医生，就是医生照顾你一生。对。我本身是做室内设计，对，然后我的公司叫戒指虚拟设计，对，在虎尾的有。在虎尾成立工作室，是从事不动产业，就是土地买卖、房屋买卖。那是在大家房子、大庆店、虎尾大庆店，就常听到一广告，欢迎来大家找到家，来大家找到家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大家房屋帮你找好家，来大家找大家。那我们资料上有看到，就是奶鸡在今年有办了一个送爱到柬埔寨的活动，那想跟小王是不是用这个机会，然后跟大家跟全国的青商会有分享一下这个活动这样子。这个活动是我今年二月份举办的，那刚好是因为我们瞬间会长其实对公益这一块非常的热心，所以他结合了外面一个慈善团体，一起去跟嘉义人募集就医的部分，然后想要一起送到柬埔寨。那柬埔寨我们刚好也有姐妹会，所以其实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棒。只是碍于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募集了大概45吨的衣服，还放在一个仓库的地方，还没办法运过去。所以等明年疫情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这批爱心送给柬埔寨的民众。是不是给嘉义轻商一个掌声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参加到现在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课程啊？印象比较深刻。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个柬埔寨那个，主要是那个大家都非常热情啊，很多那个不管是那个大人小孩，然后一直拿衣服来，哇，整理非常久啊，但是我觉得都就是非常有意义啊。我们在服务社会这块，我们确实是不遗余力。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这个心脏训练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价值所在。好，那目前你们有上过什么样的课程吗？就是有去报过的。奶鸡这边应该有，我上过成吉思汗，然后医师规范我都有上过。因为其实是像我对那个奥瑞冈其实也都很有兴趣，所以我从去年就有参加奥瑞冈。那奥瑞冈我们很幸运的就是今年是我们嘉义分会第58届，然后我们第一次拿到南区的冠军。对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，因为其实可以促进我们团队之间的沟通，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讨论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很棒的活动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新会友还是比较久一点的 YB 会友，其实都可以投入奥瑞冈这一块，其实会获得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游戏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跟你们就是玩个小游戏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会问一些很简单很基础的这个轻商的大小事，那你们就是对你就帮我比圈，好，然后错就帮我比叉，好，是非题而已，很简单很容易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冒冷汗。好好，那如果我们答错的话呢，我们还可能还是有一个执法小尖兵需要帮大家当头棒喝一下，好吗？大家醒醒脑。但是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执法小尖兵高德。笑死，你还是下去好了。第一题是奥瑞冈是演讲比赛是吗？好，正确的答案是辩论比赛。OK。2020年总会长是张秀清。你怎么迟疑了？啊！等一下，你们不要跟他讲答案哦。医生，我们今年总会长叫什么名字？
答，喂，答，总会答的名字。哎呀，正解，黄国赞。好，下一个，我觉得总会长会哭。对啊，国赞总会长跟张孝熙是什么关系？给你一个补救的机会。以前是父亲，以前是父亲。以前是不是啊？现在是啊，啊现在是啊，好，拜拜。那个不行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不行，真的要剪掉，要剪掉，要剪掉。剪接师表示，我就偏不剪掉。哈哈。就拿 keyboard 的手小搞乱。就拿 keyboard 手小搞乱走。2020南区的副总会长是黄信豪吗？南区一共分成三个区域。好，施华哲、肖磊，来，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好莅临到现场的贵宾来帮我们解答这题答案。我们欢迎湖尾分会的会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湖尾分会的会长李志，咱们为你们来解答。我们南区总共有分为四区。有分我们南区的林家县市区，南二区的台南县市区，然后三区是我们高市金鹏区，然后四区是我们高市平区，以上四区，谢谢。正解，好，谢谢会长，谢谢。那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青山推广给身边的朋友？会告诉身边的朋友说，加入青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，然后可以更珍惜自己。好 ，OK。我觉得青山是一个很棒的平台，就是可以训练自己任何方面。我每次活动都必定打卡，让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生活过得多么正向、积极、有希望。哦，我觉得是出了学校之后就很少会有机会可以再上台领奖啊，然后可以宣传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一些得到奖项的一些成绩，所以我觉得青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。所以如果还想要有一些发展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加入青山，一起上台领奖。谢谢我们四位受访者。那我觉得像青山会不外乎就是训练自己，服务人群。那也希望我们的新会友跟着我们一起来携手，然后把我们的青山会推广给更多人，然后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，这样好吗？好 ，OK， 那就谢谢今天的访谈喽，拜拜。